今天是七夕节，不知道所有的兄弟姐妹你们是怎么过的？大家看到了没有？七夕和牛郎可能是不能见面，所以你看看，哭的是稀里哗啦的啊！你看看这雨下的，我估计明天还继续下。哎，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七夕。都说着别人怎么过呢？我在想网上有没有谁陪我过，大家期待一下。等一下我来看看有没有哪位美女主动陪阿龙过个完美的七夕。我的时间，我在漫长的等待。只要我看见到处是阳光，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。我在等呀等呀，等到凌晨三点多的时候，我在低头完手机的时候，